这个很重啊。有可以。哎呦，好饿哦。三二一。我是北七，北七是我。哎。大家好，我是终身名师。讨厌，刚才要掉了。以前幼稚园大家都有拍过沙龙照吧？然后现在不是很多 YouTuber 或者是艺人明星也要拍什么年底年末写真集，或者是什么桌历年历。我也要来拍。什么金叉堂、电叉石都会卖那种明星护贝卡，还是要做成挡泥板。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你今天就是圣诞宝贝啊，八零圣诞宝贝，你看摇起来。后带上这个复古的。好。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证件照，证件照。国师的复古的手，这是复古手吗？阿伟拆了呀！好，下一个。这是这像出现在烟盒上面的。这是。哦。可以，很美。还好，他用嘴巴跳，根本。这样吗？这样，然后这样扶着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那种可能大学毕业新鲜人的感觉。我帮我做酷卡，有人会买吗？你说以前那种护背的那种，限时限量，我试卖看看好。对啊，试卖看看。啊，如果卖不完，我去路上发。应该多久？应该一周，一个礼拜。好，那就下周见喽。嗯，好期待，期待。照片洗出来了，哎，好正哦！这是谁？这是谁啦？邱淑贞有没有？有没有吃表妹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去洗照片的时候，店家是北北跟阿姨，他说你是不是来帮你妈妈洗照片？对，我说我们复古风有很成功，被我们的字幕君香香说很 local， 就是模仿吃表妹。那我印这些东西照片呢，不是要去路上发。而是我要来做写真集，要来卖。卖完我会把全数的收入捐给公益团体，就是苹果基金会里面的个案。比如说你们圣诞节交换礼物，交换礼物抽到这个。现在交换礼物很流行，天堂或地狱。这个我不知道放哪一个类别。真的是天堂啊！大家要怎么买到我这个写真照？你只要下载乐趣买的 APP， 然后呢，你在首页里面。输入吃吃圣诞宝贝写真集，吃吃圣诞宝贝写真集，吃吃圣诞宝贝写真集很重要，所以我说三遍。如果说你觉得这句话太长的话，你打吃吃应该也是可以找到，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复古照片，只要250。
么多找250哦，是不是？我花钱请摄影师，请造型师，对。然后只要250，就以前小时候不是有什么收集那种明星卡吗？跟你们的什么防弹少年团、BTS 跟 Blackpink、Twice 全部放在一起，就放在周子瑜的旁边。好，我现在就是直接把我的这个照片呢 po 在我的 IG 限动，然后向上滑，看有没有人要买我的写真集。这个 APP 呢，乐趣买你也可以贩卖自己的二手的东西。那操作方式很简单，我就操作一次给你们看啊、嗯。你就只要右下角这个卖东西，你就可以把你不要的内衣裤拿出来卖，二手的都可以拿出来卖，刊登，然后输入你的标题跟照片，这边还可以做修图。虽然我是没有什么要修啦，这个是我们当初用丝袜套头套在镜头上面，你的头啦，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有一种朦胧感。然后我刚放屁，你们闻到？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说 Emily， 你会想要拿来卖什么？A 书吧 ，A 书，家里用不到的内衣裤都可以拿出来卖，附赠我的这个写真集签名。我要签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要签在这了，然后又把脸挡住了。你签在胸口啊？你没胸。我签好了，我跟你们说，随机附赠签名照在里面。之前还有人 email 说想要吃吃的签名照，你就可以赶快去抢购了。而且呢，收益还会全数捐给公益团体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像这张啊，有奶子的，哇，这我不能签在胸部，我就签小一点，我签在右上角，因为毕竟这张照片奶是本体嘛。没事，真的。不要太怎么样哦。什么东西啦？不是，我要结婚了，我也没有怀孕。干嘛啦？如果我要送一个礼物给你。哦，是哦。真的，电话开。会不会是10万订阅奖牌吧？但是我还没有10万呢、欸，副频道还没有。你走！我们可以换，那个是要请的，换一个了。我那个是到时候请又来画风水，风水师。对啊，这也很美啊，多美啊！你两个都可以换呢、欸，小心可以用那个小羞耻、欸，应该把我腰再修细一点，要多细、啊？摄影师好难当哦，因为我们真的没修什么，没修啊。对，因为真的是化妆师很厉害、啊，然后这是那个嘛，公费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干，还不是我的钱。陈志贤也会放自己的照片在房间吧？哎、欸，有人买哎、欸，认真有人买哎、欸。除了相片货，还是有人会买，应该会吧？真的有人会想要拿来当圣诞礼物吗？还是你们要自己收藏？我觉得大家都收藏。好，没问题。感谢。那如果喜欢吃吃的影片，记得看个10遍，订阅频道、按赞、粉上、追踪、预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下次就出比基尼写真集。那假奶哦。A 到 Z 之类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带假奶啊，我要自己的。可以啊，排骨精灵。对啊，真的是排骨精灵。嗯，好疗愈。没看过美女哦，好想要。我要带过，我要带过。再往前带一点，再往前。我在看什么？哈哈。还没写上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再补一个就好。